今年还想做移动水上乐园，而场地又比较小的老板们，一定要看看卧龙游乐生产的这款适合小场地、成本低的水上乐园设备——冰雪王国。这款冰雪王国占地长20.3米，宽20.3米，比较适合小型场地、低成本的客户。产品中配置了多个不同坡度的滑梯，满足多个孩子一起游玩的需求。